菜菜大厨，你多打点呀！哦，我们还要上课呢，这么一点谁能吃饱啊 ？Oh no！ 就是，你现在手抖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。我就这样，你们爱吃不吃？太过分了！好吃的辣条面我去！哎，美丽，你快看，菜菜大叔果然变小了。那当然，这魔法雪糕可是花了很多钱才买回来的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这么小的人了？把我变回来！大厨，让你不给我们打饭，等我们吃饱了再把你变回来。快把我变回来！喂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